喂喂喂，聽唔聽到？我係文文，我今次帶大家由佐敦站去柯士甸站，大家跟我一齊嚟去目的地。好，我哋而家去出發。呢條就是彌敦道，哇！有架好似麥拿輪咯，麥仔啊，麥拿輪啊！好多車，彌敦道好多車。有太陽，有雨。呢條彌敦道，好啦，如果綠燈橫過彌敦道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慢慢行，慢慢行。前面是御畫國貨，都開了好多年了。這裡就彌敦道往尖沙咀方向，現在有車駛過來。好，而家差唔多啦，開始橫過埋另外一段綠燈啦。而家路面情況非常多車，同埋多人，無雜聲，幾乎聽唔到唔嚟。但係呢個麥嘅耳，呢個無線麥能唔能夠？除了太咁多個雜聲咧，要翻去做一個剪接先知道。其實而家個毛係開咗降噪噶啦。呢條個佐敦道，我就沿住佐敦道去柯士甸站。前面有個輪椅，係一個輪椅朋友一齊行嘅。打橫嗰條叫做百家市街，百家市街。沿途都好多嘢食㗎，佐敦道。而家橫過馬路啦。根本好多人都唔喺度食飯。小心睇人啊！地下好濕啊！
剛才應該落過雨嚟，小心啊！要話俾人哋知我哋有輪椅啊！小心後面。今日唔知點解個喉嚨比較喉沙，應該你哋聽得好辛苦。我講嘢又辛苦，你哋聽又有辛苦。好啦，呢條叫咩街咧？呢條街叫吳松街。吳松街，吳松街佢有一個熟食市場嘅。嚟到呢度，下一條街就係廟街啦，好大隻字廟街，夜奔奔美食就喺呢個位啦，夜奔奔美食。好，我哋繼續行。呢條就叫上海街，上海街。而家我哋望住個方向係往旺角方向嗰邊，咁調翻轉頭咧，往尖沙咀方向，柯士甸道尖沙咀方向。好，直過馬路啦。其實由佐敦去柯士甸站唔係太遠嘅，應該一公里多啲到，一公里多啲到，睇唔睇咧？可能要地圖 check 一 check 就知噶啦。如果記得嘅話，我會畫個地圖俾大家睇下。哎呀，冇得啦！嗱，呢條就叫炮台街啦，炮台街。買啲銀器、翡翠、玉石，應該係呢條街啩？可能再過多條街先係。繼續行，繼續行，繼續行，繼續行。好，前面條街就係佐敦道啦。啊，唔係佐敦道喎，呢條沿途係佐敦道喎，呢條叫廣東道，廣東道又係玉石街賣玉石嘅，小心啊！呢度有車入轉入嚟㗎。好，繼續行。喺呢度，鄰居朋友等緊我，行啦行啦。啊？多間係啊，玉石街。
係明顯錯喎。好，再一條街，呢條咩街呢？望望先，行啦行啦，偉情街，偉情街。有架的士駛緊過嚟，唔聽約嗰隻喎。好啦，跟住落隧道，落隧道去柯士甸站。柯士甸站及西九龙站就在前面了。其實得嘅，其實係得嘅。不過呢度涼下冷氣先啦，咁鬼熱。好啦，已經到咗柯士甸站噶啦。個路徑係咪好快咧？不過今日好多人啊，可能今日有哆啦 A 夢嘅航拍機表演啊。我哋穿越人群，快速直去。好理人的，哇！唔知搞乜鬼。好，呢度就柯士甸站啦。今次就為大家拍住咁多先，多謝。